你呢呢？警官这边有婚纱看吗？觉得这里是婚纱店吗？啊，好像不是哦。是摄影师吗？啊，对了，主要是摄影。那可以帮我拍一下张照吗？现在？哦。抽什么烟？不许抽！送我回家！我不要！我不管！就是要你送我回家！我没开车来啊，今天。那就大嘴子！今天带不够钱啊！这么高抽啊！不管，今天就是要你送我回家！讨厌你，当我寂寞又难受。你像男人婆嘞？不喜欢吗？我就想打个电话去烦你，我是真的有点讨厌你，但也真的非常想念你。看不说想要瞒着你，却又是个尴尬的秘密。我是真的有点讨厌你，但也真的非常想念你。干嘛整天没给我打电话？什么急事？不急就不急，讨厌你。谁去讨厌？陪我喝酒，心情不好。的十点钟，陪你坐这里吃喝杯酒。我送你了礼物，你却哭。我还是那么多。我知道我是个小孩，但其实我就是这样对你，想靠你却想照顾你，看到你笑容我就心满意足。我是真的有点讨厌你，但也真的非常想念你。不说想要瞒着你，却又是个公开的秘密。我是真的有点讨厌你，但也真的非常想念你。我就想一直比下去，这就会变成最甜蜜的记忆。如果有一天你说不再见面，不再有了联络，不许去。如果当有一天你嫌我烦，我就要你至少讨厌我。我一世最灿烂的一幕，是我见到你那一刻。我是真的有点讨厌你，但也真的非常想念你。你还记得我第一次见面，我跟你讲的第一句吗？这是婚纱店吗？谁跟你聊天的？骗谁啊？我是真的有点讨厌你，但也真的非常想念你。我就不想一直比下去，这就会变成最甜蜜的记忆。说完了吗？不忙了。你上次在这说你讨厌我吗？是啊。张芬芬，我讨厌你，但是我更想念你。无论如何，我这一世最灿烂的那一幕，是我见到你那一刻。